台镜，请出列，请选择对手。根据抽签，海晶给自己选择的对手是陈永兴。海晶，舞台交给你，终极考核现在开始。一再错身最后的余温，不过渴望一个吻的余温。我关了灯，黑暗把我并吞、哦、你不在，但我最需要爱，你却不心等待，像独白的难挨。你不在，高兴还是悲哀，你都不在。我受了伤，再偷偷好起来。谢谢海静，双方交换位置，终极考核现在开始。不需要假期，我没地方可去，需要狂欢，人群只是空虚，多数的关心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真正懂我的人是自己，我的眼睛充满了和你有关的记忆，漫长风雨，就让我忙得疯掉，忙得累到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最好，就让我忙得忘掉你的怀抱，它曾带给我的美好。当有人问好不好，把伤心脱光，就咬牙说完美的伪装才让我的痛没人看到。当一个麻痹的人那有多好，心里憋的只有忙忙忙，工作是一种抵抗，一帖解药，人怎能被想念打倒？当有人问好不好，把伤心夺光，就咬牙说我很忙。这完美的谎，完美的伪装，才让我的痛没人看到。谢谢永兴，我们也请海静回到舞台上。那英老师，
陈有欣的控制还有他的声音让我觉得很舒服，所以我觉得陈有欣。谢谢，谢谢南岩老师的推荐。汪峰老师，以对歌曲的把握度、音色各个方面来讲，建议还是陈有欣。谢谢汪峰老师。之前老师，海静的歌曲会比较费劲儿啊，比较需要大的这个power 去冲上去。我把这票给海静。谢谢之前老师。梦想导师萧敬腾先生，我会觉得有欣会比较自然一点，所以我把这一票给有欣。谢谢萧敬腾先生。第二面旗帜现在就要决定归属了，让我们来共同期待杨坤老师，你的选择是能够进入到我战队中四强的是陈永新。恭喜陈永新拥有杨坤导师四个黄金席位之一。陈永新以动情的演唱证明了他无限的潜力，希望他扛起杨家将的战旗继续勇往向前。现在请跟导师们告别。我今后还是会努力的唱歌，然后继续完成我的音乐梦想。谢谢各位老师。复古女孩莫海静，你对音乐的坚持一定会让你在未来的舞台上散发更多光彩。让我们